哭了，为什么？这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你哭成这样合适吗？啊，我家陈少宗没这么大魅力吧？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一参加婚礼，我就特别想哭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杨子轩，你过来。你甭理他，之前参加我同学婚礼的时候，比这哭的还厉害呢。他说他特别感动，他不认识人家，后来我们两个都是被轰走的，红包都还给我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妹妹，你别哭了啊，我给你再去拿点纸吧。啊，我给你拿纸去啊。兄妹的媳妇可真多。 薛院长，薛院长，真没想到您能来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恭喜恭喜恭喜，薛院长呀，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哎呀，您太客气了。同喜同喜，那个喜宴喜酒喜糖，照顾着薛院长，你们坐。啊，不用，你们小两口先去招呼其他客人，我找两位院长说点事儿。啊，行，那您里边请。你自便啊，自便，交给我们。挺有本事啊你啊，把修院长都给请来了。我没请他呀，我觉得他肯定不会来，我请柬都没给他发。啊？那他来干什么呀？